那他想卖多少吗？他说3500可以考虑一下。3500太高了，你这条哪里看到3500？那我问一下啊。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。行吧，便宜的料子别磨嘛，你下次还有其他的料子也要收的。行啊，给你拍个照啊。转过去了啊，手中的已经拿下来了，咱们直接拿去加工，走。 白月光手中的已经加工好了，点颗小星星，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整体提出来的一个效果呢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整个底妆干净白净，虽然是没有带什么颜色，但是好在种质细腻，结构够紧密，所以抛光出来之后呢，整条的一个胶润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拿在手上呢，脑海里也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来那种小家碧玉江南女子的那种温婉。